个小法宝呢，它叫做瑕疵橡皮擦，它是有经过这个 IRB 人体测试，99.9%的人使用后呢，是可以有效改善暗沉的，它非常的保湿。你有没有看？这样擦上去啊，咕噜，马上流下来，很清爽。在化妆水后，你就各滴一滴在你的脸的两颊，流眼泪的那种感觉，真的手瞬间变光亮了。这样吸收好快哦，吸收超级快。里面有很厉害的黄金三重酸，有杏仁酸、苹果酸还有甘醇酸。OK， 那杏仁酸它就是可以帮你平衡你的油脂，苹果酸就可以代谢一些老废的角质，甘醇酸呢就可以紧致你的毛孔，抚平细纹。这三个酸加起来，你就可以拥有超完美。美的基底，完全不需要修复期。有些精华液会让你起屑或脱皮，它擦起来很清爽，也完全不会，非常温和，不含酒精，平常就把它当成眼周精华来使用，全脸都可以用，它不会刺刺的吗？完全不会熏眼，不会长肉芽。它里面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成分叫酒生态，你可以只能就由内而外，就可以非常的透亮，就那种自然的光泽感，很 Q 弹的感觉。对啊，暗色我有看到的，太黑了吧？对啊，夸张。女生有时候生理期来是会长很多生理痘，额头啊都有那种闭锁性的粉刺，你会挤不掉，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化妆棉上面，痘痘或长粉刺，差不多敷15分钟，隔天起来你就发现那个痘痘直接消掉一半。哇，真的假的？真的这么神奇？分享这罐给大家，瑕疵橡皮擦，洁洛尼斯皮秒焕肤精华。